运会乒乓球加入男女项目以来，在这一局当中呢，陈梦和王曼玉还是加强了发球的变化。啊，石川佳纯和平野美宇这边击。他这个参加两项比赛，一金一银是吧？两赢一藤，啊，就单项呢，四进二战胜伊藤啊，打出了国威是吧？特别是在伊藤第一次拿到那个奥运会那个混双金牌以后，气势正盛的时候，孙颖莎组织了他的一个乘胜之势，他的愿望就是大满贯。现在身体也不错，状态也挺好，身的心态也不错，我想呢。他以他的努力和这一天赋，是吧？我想这个目标早晚会实现的。